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3 卡石又调整，火神阿命竹溪跑图全能，冰女成龙化对新成员 5.2 卡石抽取优先推荐，水龙王中你怎么选择，平民玩家抽取必看。元神纳塔 5.2 卡池已经公布，恰斯卡、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也会陆续上，同时后续的 5.3 卡池、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基本上就是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这两位了。有关于 5.3 卡池新角色例会时间的公布，则是在11月18日，距离现在也就不到6天的时间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后续的相关消息。而说起 5.3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就目前来看，大概率是之前提到的闲云、申鹤这两位，其中闲云在上半卡池复刻，申鹤在下半卡池复刻，不过不排除变动的可能性，即便是改动也最多变动一个，也就是说仆人莱欧斯利还是有概率在 5.3 卡池复刻的，水神温迪这两位复刻估计起码也得等到 5.4 及后续卡池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卡池中，伊法也会登场，定位据说是火线五，火神二命开始有 C 的能力，对命座有需求，且用新的圣遗物火神灵命挂火够用，跑图全能，之前提到的火主专配纳塔人，冰女是融化队的一员，莱欧冰女双火可组队。这么来看的话， 5.3 卡池莱欧斯利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除了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即将 up 外，林尼、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也即将迎来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5月2日卡池平民玩家抽取推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1 上半卡池的两位五星角色恰斯卡、林尼了，其中恰斯卡是新五星前台战场角色，配对方面的话需要携带多异色角色，低命情况下配对有限制，但是大世界探索跑图能力极强，远超伞兵，如果不看强度只为了大世界能力的话还是可以抽取的。林尼虽然整体数值不错，但实际手感还是比较难受的，尤其是手机玩家，加上主 C 角色太卷，并不推荐抽取。而说起5月2日下半卡池的两位五星角色纳维莱特、钟离，其中钟离作为最强盾斧，泛用性极强，适配于大多数队伍中使用，即便是现版本钟离也能够提供非常安逸的输出环境，血灵命就是完全体，完全值得花一金的成本去抽取。水龙王自身机制优秀，队群回血操作简单等，也成为了众多输出角色的天花板，没有的玩家最低优先获取灵命，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命必抽。当然了，钟离灵命和水龙王的一命抽取选择，水龙王的一命优先级相对较高，毕竟是输出位，最好的情况则是拿下灵命钟离和一命水龙王，具体就得看自身资源去决定的。总的来说，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 5.2 卡池中的四位五星角色，纳维莱特、钟离可以说是必抽的，其中水龙王一命即可，钟离灵命、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强度方面，现役等上线后的实测，若只是喜欢大世界探索直接抽就行，林尼则是不推荐抽取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